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ami。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 Clip Studio 2.0 的新功能。从今天开始， Clip 改变营运策略，如果想要使用最新功能就需要购买升级。应该有不少人本身就是 Clip 的爱用者，但不知道是否有更新到 2.0 的需求，正在观望中。今天就让大家了解 2.0 有哪些重大更新与哪些强大的功能吧。影片开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首先是自动阴影功能，将线稿设为参考图层，并将底色全部群组后，点击编辑中的自动阴影。自动阴影分为多种模式，也有许多细部的数值可以调整。光源分为点状与线状，点状光源可以想成是环境光，像是日光灯或是日照等；线性光源则可以想成手电筒，是将光束打在物体上。另外可以勾选是否要参照线稿图层，可以在画面中明显看出两者的差异。虽然这个功能非常方便，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算图会有一些瑕疵，因此大部分的状况下需要再进行手动调整。但对新手而言，能够快速的掌握光源阴影关系，在色调上也是很好的辅助工具。在素材库中有许多 3D 的模型可以使用，再依照个人需求与画风进行调整。可以在头部模组与元件操作中进行调整。头部模组可以视为脸型调整，分为卡通、漫画、写实三种风格。元件操作则是五官调整，能调整的部分有头部、眉毛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、脖子。如果左右脸不一样，也可以分开调整。开米测试后建议先调整头部模组，确定好脸型后再进行五官调整，会比较快到位。为自己的角色建立好 3D 头模，在进行漫画绘制时会有很大的帮助，不管多刁钻的角度都能快速抓到位。下一个功能是手部操作，在进行手部扫描时需要另外架设镜头才能进行手部捕捉，可以在 3D 角色模型中进行，也可以针对手部模组扫描，选择要调整左手还是右手，确定好角度后再转成线稿，就马上会有一双漂亮的手出现咯。再来是针对 3D 背景的雾气功能与透视校正。开启雾气功能能在 3D 模型直接增加环境光，能让背景与整体颜色融合得更好。接着是透视校正，在镜头中可以找到纵向透视，修正为垂直是将摄影机角度移至两点透视，可以解决三点透视中越外围变形越大的问题，重置修正就能回到原状。这次也更新了混色显色的部分，能够更贴近真实世界的颜色。工具中的混合模式分为普通与直觉，普通是之前 1.0 版本的混色方式，颜色比较暗沉，混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浊。直觉能维持颜色的鲜艳度，让混色效果更加自然。如果在笔刷工具中没有看到混色模式，点选工具视窗并将墨水中的混色模式眼睛开启，就会出现在工具列表中。不过也有部分工具不支援混色模式，就要看大家使用的笔刷有没有支援这个部分。接下来是使用 AI 的人会很习惯的对齐与均分，在绘制角色时可能比较不会用到，但在进行背景与装饰的绘制下，有这项功能就会方便许多。最后一项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复数图层歪斜功能。 Clip 的歪斜工具相当于 Photoshop 的异化功能，许多人对 Photoshop 无法割舍的原因就是在于强大的异化。在 2.0 版本前就已经有这项工具，但要进行复数图层歪斜就必须更新到 2.0。 大家一定有过完稿后才发现有地方需要调整，但这时候调了线稿就等于底色阴影都需要重画，有了复数歪斜就没有这个问题。不过使用这项功能时需要注意，歪斜功能无法在向量图层中进行，必须先将图层转变成点阵图层。看完以上介绍，大家有什么感想呢？是感到非常心动，还是觉得这些功能用不太到？对 Kami 来说，使用 Clip 大作是在进行插画与漫画的绘制，以上功能在进行漫画绘制时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希望这支影片也能帮助大家更了解 Clip 2.0。如果大家对 Clip 有任何想知道的内容，或是有任何疑问，都欢迎留言给我们。最后别忘记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